你要找手机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那个什么品牌的 ？Samsung 的。啊，对对，这是你的。我原本要拿去警察局。是我的。对，然后沈硕，你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就坐这边先帮你顾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你等等好了。谢谢。喂，不过话时话咧，你有冇发觉咧？喺台湾如果唔见嘅咧，好多时都攞得翻。有。 好似你钟情况咧，我几次噶啦，漏咗银包啊、电话啊，人哋见到即刻追出嚟俾翻我。有次仲系警察局打俾我添，有人执到。喂，不过咧嗱，我啊记得有一次咧，我喺巴士站嗰度唔见电话喎，居然。喂，老板，诶，我在等公车回公司啊。啊？客户早上 email 现在传，谢谢。拜拜。你要找手机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那个什么品牌的 ？Samsung 的，啊，对对，这是你的。我原本要拿去警察局的。这是我的。对，然后沈硕，你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就坐这边先帮你顾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你人真好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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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！哇，你真系遇到大好人，仲专登坐喺度帮你看直播机。系啊，嗰次真系吓死我啊！喂，而家呢个时间，你唔见银包，唔见仔，唔见老婆，唔紧要喎。 唔见电话嘅大镬啊！入边几多我同屋企人啊嗰啲珍贵照片，真系唔见咗就乜都冇噶啦！真系。我之前有一次咪咁咯，嗰时啱嚟台湾啊嘛，又唔熟路，成日有小问人哋路啊嘛。如果好多咧会教我点去啦，有啲咧就带我行过去啦。最记得咧有个阿伯，好深刻印象，希望有生之年咧可以再见翻佢。 哎，大镬大镬啊！手机冇电咩？边个先系啊？等问人先，帮我有个伯问问佢先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我现在要去这个长安西路35巷。哦，那我方向我应该从哪边走？从那边过去啦，但是蛮远的，因为我家住在附近啊。啊，你要走路过去哦。走路过去。哦，差不多20到30分钟哦。那你走30分钟很慢吗？ 那还是在几点？哦，差不多了，还是这样啦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那我载你过去，我骑车方便吗？我可以啦，没关系啦。不好意思，哎呦，自己人嘛，没关系啦。啊，我载你过去，刚好我有多一个安全帽。好，好，那就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年轻人到了哈，送你到这里了。这里就是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刚才那个地址就这里进去没多远就到了。是。哎，对对，你。 你快不快啊？要不要载你回去？我不用，太客气了。好，好了，等一下你要回去刚才那个地方哦。系。你走到路口有那个307，又公车307，公车307就会到那个刚才那个地方。哦，好好，好吧，好，好了，好，小心啊，谢谢，加油啊！谢谢，我安全帽还你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安全帽，差点忘记还我。不过呢，个阿伯呢咁好人呢，我谂佢应该长命百岁。 佢同埋仲有喎，啱啱10月份嘅新聞，原來台北市咧嗰啲路不拾遺，嗰啲現金交翻去警察局，你知唔知有幾多錢？5000萬台幣啊！哇，咁誇張啊！好誇張㗎，所以台灣呢啲好人好事咧，啲日日都有嘅。